两年前不碰集团脱发连失创案，也连带带出来发连烟封林镇的公民行动。面对亚长一代就要举行九合一献祭的封林菜地的后生人呢，左边下组就发起了一场公民问政会，邀请县级内的候选人，针对包含北鹏案、亚洲地方风、重大的公共议题，同民众进行双向交流，而掌握各候选人对地方建设有乜嘅看法？没有好的水跟土，怎么能留住我们的呢？能够来给我们的候选人督促哈，还有监督。包含前总人民代表老冉义然总共六届候选人参加了百凤林民众慈盘街公共政策说明会，提奉到经过2020年抗议不放修改措施前之后，提回到民选首长老退役时，老提奉该建设党有关系，到先前也会争取对话机会了解候选人。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说明一下，他们对于埔丰，未来埔丰的发展在凤林，他们是支持还是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光电案，因为有相当多的争议。从南溪街牛力金到措施发起公民辞盘进监会之后，中溪街凤林也天天做。了白参加民众参加市教导提奉环境生态界恢复，也希望南白提奉重台公共政策，做得有参加全民的沟通，保障民众地界权利。嘛，个决定之前呐，吼，先开个公听会，吼，还是说明会，唔好讲献几沙鱼烫烫啊听。啊，喏，录音机呢，尔吼，诶，嘛希望讲了解机关呐，对了解录音有福利。但在讲解下，廖聪又应一届公民发动，提点就盘到今年又采提田秀团倡议，发发新公解巫术风毒，代表新社团关心公共事务的进行，唔会拖。下个新闻，汪小琪发连报道。